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没通过就是没通过呗，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咱们做新闻的做事就是这么严谨，说12点就12点，少一分少一秒都不行。主编都在等着，你们发什么牢骚？ 怎么样，联系上了吗？他说今天会给我回复的，我相信他。师兄，此刻我们杂志社所有人都坐在这里等您回复，这不是我或你一个人的事。一期杂志的出版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，印刷厂的工人还在加班等待。 实验的专访稿件已经通过了，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再坚持一下，把后续的事情完成。好，回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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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谢谢陈总助，加班辛苦了。客气了，老板都在加班，我没他辛苦。感谢石总，石总辛苦啦。 昨天还有个退订呢，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他就喜欢土味情话这一口？什么叫男人至死是少年？ 晚上老地方见。今晚有事，再约。还没来呀？这司徒懿怎么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样啊？还这么喜欢迟到？都迟到半个多小时了。人家现在是知名的美妆博主，少到还是应该的。现在做博主都这么忙吗？不过确实也是，赚的也多。
怪不得你一直惦记电子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要发 vlog， 刚刚订完剪辑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买单。你来晚这么久，你不买谁买呀？点吧。啊，好久不见啊，司徒姨，你变化可真大，越来越美了。你也还是很美啊，跟以前没什么区别。对了，你还在财经界吗？距离我们毕业已经3年了，现在应该是副主编、主编了吧？没有，还是老样子，还在做专题记者。纸媒都落寞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不转行？我还以为你肯定是做到了管理层，所以才舍不得走呢。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把重心放在新媒体上吧。也没有，电子刊我们一直在做，我也在想如何改版升级，让读者更喜欢。某一种形式或载体或许会没落，但是好的内容不会。就像你录 vlog， 视频这种载体也有一天会被一个更新的载体所替代，但是只要你的内容够硬核，跟上时代的脚步，就不会被淘汰。就是啊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和困境，以及后续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路。所以还希望您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。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我建议你们重新评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，成立攻建团队，专门解决这个问题，其他的技术部门继续别的方面的探索。其实我很愿意在这个过程中给你们一些意见，但是我确实无法加入乐安，因为你们现在的团队搭建还不够 match 我对技术研发的要求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，我还是希望 Blues 教授可以考虑加入乐安科技。玉游跟我说您喜欢挑战，但按照您刚才所说，实现这项技术的突破其实只是时间问题，甚至失礼一些说，只要时间足够，早晚也会有别的团队能够完成。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完全称之为挑战，但是这一切对于乐安科技来说是非常难的，甚至就像您说的是 impossible。 所以在中国搭建一支全新的团队，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内取得这项技术的突破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。解决完这项难题过后，还要把这项技术尽快的落地量产并且投入使用，这一系列的难题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能够轻易完成的。我个人认为它充满了乐趣和挑战，而这些是您在国外和学校的实验室里体验不到的。可是我一个人也完成不了这些事情。我会提供资金支持，也会帮陈康为你搭建一支全国甚至全球数一数二的团队，接下来就看您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石总，您今天说的话确实让我很兴奋，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，我需要时间想想。 Bruce， 实验是个不可多得的合作伙伴，与他一起挑战，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乐趣。另外啊，他攀岩很厉害的，你可以试着打败他。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给您留些时间，但我要说的是，无论您的决定是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我的目标。对了，舒叶，你不会还和岳星洲在一起吧？我跟他分手了。真的分手了？同学群都已经传开了，你装什么惊讶呀？既然你们分手了，那我就告诉你个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大学那会儿，月星正不是追了你很久吗？其实他还同时跟我一直不清不楚的，这你应该不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只是不清不楚而已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一备胎，每次约会没约到你，也都是我陪他过的。我那时候傻，觉得他又帅又深情，还以为能感动他，跟他修成正果呢。这个渣男。哎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这个司徒仪当时不说，现在跟你说这些，
真是其心可诛。不过最可恶的还是月星洲。其实司徒仪说的对。哪里对了？我的电子刊升级计划不能再拖了，一定要尽快落实。我跟你说月星洲，你跟我说电子刊，你有点正常女人的爱恨情仇七情六欲行不行？这么不解风情怎么搞定实验呢？搞不定他哪有你的那个什么电子刊呀？所以你对实验上点心好不好？电子刊要做，实验也要搞定。好，那你加油。好，那我们半个小时后见。老范，我先不回公司，去警校大厦。好的，石总。来接我，想你了。你是疯了吗？还带这么硬撩的呀？没事，反正他也不看。怎么？路过。啊，这么巧。不然呢？那倒是。陈总住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是不是挺忙的？年底了，有发布会，还有跟关市的合作，你们应该都很忙。你找他有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关心他一下，我给他发微信好了。